从儿童台姐姐、通告艺人、主持人，再到唱跳歌手，如愿推出个人首张 EP， 晋升为女神的凯乐，趁着工作空档与好姐妹白兔约会聚餐。同样都是摆脱清纯路线，改走性感艳丽风。凯乐和白兔被发现疑似撞脸，五官极为相像，堪称人工进化双胞胎女子团体的白兔。妹妹优米在社群网站分享多张聚会照片，和凯乐头靠着头，手指比出小爱心手势，对着镜头自拍甜笑，介绍他们是新的组合，叫做凯优米，还点名罗志祥把他的珍宝抢走，希望不要介意。凯乐也留言回复，好开心能有个双胞胎姐妹，看看两人都有双大眼、高挺鼻梁以及尖下巴，粉丝直呼真的很像，两个都很漂亮。不过也有网友很酸，都是用同个模子修修脸，当然像。这就是现在所谓的网红脸复制人大军，撞衫觉得尴尬，怎么撞脸反倒开心呢？